南萨萨，你已经是身经百战的老医师了，前面做了799例手术，从无差错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啊？主任，从概率学上面来讲，这800例出现一例失误，这是正常的吧？胡闹！你这个岗位是可以出错的岗位吗？那可是关系到人家……哎，反正你自己好好体会吧。 主任，对不起。好在只是小失误，不然啊，你就麻烦大了。是。你先停职半个月，好好反省。谢谢主任。行了，记得写检讨书，不低于800字啊。 前面做了799例手术，从无差错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大家好，我是许文洲，在剧中呢，我饰演池庆。我不能恋爱的女朋友正在 Carol 中文剧场 YouTube 频道播出，订阅频道，加入会员，收看更多精彩。 大家好，我是乔欣，在剧中饰演丁小柔。我不能恋爱的女朋友正在 Caravan 中国剧场 YouTube 频道播出，订阅频道，加入会员，收看更多吧。此刻我才发现对你。